魔镜魔镜，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？你猜。起床了，佳儿，佳伦，飞宇，起床了，吃饭吃饭，佳儿，起床了，吃饭吃饭。我刚来叫。哇，佳儿，快吃快吃饭。吃饭了，家。哇，这么丰富吗？早上哥你做的？嗯。尝尝浩哥的手艺。尝我的手艺。你为什么没有什么吃的？我因为我昨天在非常饱的时候，他们说你明天早上，我说我随便，我吃个简单的，结果就我点了个这个。问的不是时候。刚吃完饭才问的我当时那一下对食物没有任何兴趣。